狂欢节假期里，老大有几次高尔夫球训练，天气真好。训练时间正好是中午，我就把午饭也带来了，吃前一天剩的炒饭。剩余的时间看小说来打发。晚上准备烧一条鱼，这鱼我不认得，买来试试。肉质看上去好像还挺嫩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煎鱼把炉子上弄得很油，这边准备了豆腐，还有大白菜。炒醋溜大白菜，放了一点里脊肉。用这个火锅底料烧一个麻婆豆腐，出锅前来点香菜勾芡，鱼也好了，盛出来就可以开饭了。鱼刺有一点多，也不是很好吃，不值得下次再买了。饭后老大帮我收拾碗筷，妹妹自然是要参与进来的，收她自己的盘子。